怎么不知道节约用电呢？也不懂得要关灯。舒服，十辈子坐在这里为公司效力，愿意。我来自伦敦总部，在大本钟顶层上班。我的天哪，太棒了，卡文，特别棒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开会。下一本杂志的创意，谁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吗？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，开始。我呢，想做一期关于复古时装的。你是疯了吗？不通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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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通过。你们真是没用，知不知道我在伦敦的时候，菲尼斯达多畅销？还有你那个叫帕洛佩林的，你就只会做笔记，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到底有多木讷？你是我小时候的朋友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是不是木讷？真正的木讷，真正的木讷就是我卡文。你真的是木讷，卡文。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。我向你保证，菲尼斯达泰国会在三个月内达到销量第一。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，就三个月，请不要现在就做决定，拜托。确定能做到，这是肯定的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没听到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还没问你呢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等等，你都听到了什么？我就是进来帮你关门的，我以为你忘记关了，什么都没听到。当我没错，菲尼斯达三个月后要关闭。如果没有达到销量第一的话，这事你别说出去，我不希望员工士气受打击。好的，放心，我不会说。我要朝你游泳。刺对我，不行啊，别呀、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份工作的，我很努力了，千万不要刺对我，刺对我就没有收入了。我还没说完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停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现在不会辞退你，如果别人知道这件事，我就会辞退你，因为我当这件事是你说出去的。这么害怕呀？会有这么狠心吗？是啊。什么？啊，不是。总之，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我向你保证。玩什么呢？不玩了，可以出去了。好。